我现在继续等。
院会现在继续开会，现有时代力量党团针对本日会议提出延长开会时间之动议，至讨论事项第十四案处理完毕，请勿有异议。有异议，报告院会。因为现场只有五个委员，人数不足表决法定的人数，所以我们现在要休息。请王委员请就坐。主席的权力什么时间？我跟你一样，我跟你一样担心，希望赶快通过。我没有瘫痪掉啊！你的十四案到现在还没有协商，没有协商结论，没有协商结论，没有协商结论。如果协商结论你拿给我看啊，没关系，你拿给我看我就处理。你协商结论，你协商结论给我看你就处理。苏院长本来要召开，好不好？你有协商结论我就处理。这立法院不是我的啦，大家共同讨论啦，好不好？共同讨论啦，不共同讨论啦。我是会议主席，你有协商结论我就处理啦。我有协商结论我就处理，不是这样子啊，我就是这样子啦，不是你大声就赢啦，不是你误导人家你就可以赢啦。立法院运作到现在有协商结论就处理啦，好不好？